亮在哪里啊？好大声哦！按右键拉拉，按右键。哎、欸，哦，不知道你说游戏啊？白痴哦，我隐身了啦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对啊，游戏什么？哦，音频哦，白痴哦，有音频啊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卡中文输入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等等等等。哎，哎，是要一起，是要一起。哪里有可以躲？哪里有可以躲？一兄弟蹦蹦蹦！哪里啦？哪里啦？这到底是哪里可以躲、啊？对啊，这应该要跑吧？哎呦，我看到人喽！这个盔，这个穿盔甲的是谁啊？完全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，根本就不知道哪里可以躲啊！哪里可以躲啊？趴着，好想趴哦！刚刚不能趴、啊，扛错，扛错，扛错！他竟然刚说你想趴什么东西？趴在地上？趴什么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干嘛呢？还有一个嘞，变鬼啦！还有一个嘞，哪里？嘟嘟嘟噜噜噜，怎么躲啊？啪啪啪！我决定继续躲这里了。有人被抓爬。我跟你们讲，有人说，其实我们的尖叫声比这游戏恐怖。有啊，这个有点难过啊。感谢小起点，等你哦。哦，你啊。哦，哎、欸，这边的厕所好高级哦，所以你还要走到厕所，我根本就还有啊 ，Hello， 独立厕所哎，冰刀灰小组哦，好棒哦 ，Hello， 冰刀灰小组哦，嗨，哇。哦，墙壁完全换小球，就赶紧离开。这里好棒哦！泽平被抓走了，泽平掰了。我找到了，谁躲在下面呢、啊？谁呢？我怎么下去找你呢？一起努力喽！我们要一起努力，好讨厌哦！哎、欸，我怎么开？哦，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怎么开门啊？左键呐、啊。Hello， 哎、欸，在哪里啊？附近有人。好、啊、很讨厌的感觉。为什么你都会听到附近有人啊？我们按右键就可以看到了、啊。他原来是喵哈，好可怕、啊！好恐怖、啊！没有啦，附近没有人啦、啊。哦、oh, 欸，快点啊！有谁在那里呢？已经找到你了啊、哦！你好烦啊！立场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走不出去了。哒哒哒，分享快乐舞步，哒哒哒。半球都好久哦，这鬼好可怕。我觉得时间很短呢、欸，跑不起来了。可以调长啊，看待会有些没有要调。我觉得感觉可以长一点，嗯、太短了。太短了，我都抓两个。在哪里呢？我这里其实蛮多地方可以躲的、欸，没有仔细次。一次啊？你说我吗？不知道，看到脚脚，那就是哦，看到脚脚，看到楼上啊，对啊，时间太短了，不行哎、欸，真的没有哈记，真的有哈，真的没有哈记的被好运了，嗯，三轮结束后可以调。泽明的声音好讨厌哦。怎么又是我？我什么时候被我下来啊？当鬼很好，好不好？当鬼很好啊，不会赢啊。我要跟着小雨走，我要跟着小雨走。我在找路，我在跟着你走。你知道我刚刚一直到泽平看到我之前，我一个人都没看到过。你是说那个路吗？你也太边缘了吧。对啊，是那个路。我就一直在那个门旁边，然后一直站在那边。你要找的是那个路吗？对。我要找那边跳得上去吗？哦，可以哦，那边跳得上去哦。你找的是那个路吗？是啊，来不及了，小雨，我们要死了，再见。对啊，我先走了，抱歉。哎、欸，你为什么就这样子？我跟着你耶，哎。你是什么啊？哎、欸，刚刚有人的手收破图了，那个还不快跑？完全不知道在讲谁。我怎么开门？谁？我不知道，我去抓一个人就知道了。嗨！我为什么要反？哎、欸？为什么啦？不要！为什么每次我下去了，下去了，下去了？哎、啊欸，那个是谁？那个是谁？哼！哈哎哎哎！你越怎么在上面？我还在上面啊！啊，你不那个吗？不逃一下吗？我要走了，我要走了！你呀，你把
要跑、哦！哎呦，因为你还要装一下嘛，有没有？哇塞，这立场很快。不要、啊，不要啦！人呢？不要啦！没有啦，没有人了啦！可恶！真的哒哒哒。哒哒，那个不会、欸，他模仿也太像了吧？没有人了啦，可恶，没有了啦，哈基你被带走了、哦，我被带走了、啊，有哈基是奴隶啊，哈基是奴隶了，我是繁星的奴隶。哎呦，哎呦，是谁在天花板上呀？没有，我在天花板下。哎，干嘛啦？哎，我演得这么像。演得很像哎、欸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你演什么东西演得很像？那个是人偶好吗？我刚才他房间真的还蛮多的、欸。我不想选小孩啊，字也太低了啦，好晕哦、喔。小孩超矮的。哦，哎、欸，这个是谁啊？好的，白色幽灵哦、啊、好讨厌哦，快出来玩啊，上面的哎、欸、要怎么开箱子啊，上面的观众朋友、欸、可以开箱子吗？哦，在这里啦，原来你在这里哦。我不是开立场了吗？奇怪。哎呦，掉出去地图外面了啦。蛤蛤、欸、我是回来了、欸，我刚刚在一个超野的地方出去，不要！你怎么躲在这里啊？啊啊！往哪了？来不及了。小可爱，一起来狩猎吧！哎、欸，影月，你跑哪去了？我死掉了。哎、欸，圣团团，哎，出来！可能在二楼。啊！团团！啊！场是不是？你以为可以撑十秒吗？哎、欸，快解除哦！找不到人啊！快一点！有抓到吗？没有，他跳下去了。谢谢，这里最好是可以这样啦。对啊，最好是人类从那边掉下来，不会脚受伤啦。粪便。所以我们要跳几分钟？现在几分钟？刚刚是三分钟，感觉可以。三分，我觉得三点多就好了，三点十五，三点没有，他只有三十秒的选择啦。我觉得这个长一点、欸，四分钟吧。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十五分钟，四分钟，十五分钟也太久了，十五分钟好煎熬哦。啊，你按下 C， 那我按两轮好了，这样我们随时可以调。好的，哎、欸啊，喂，你说什么？那你们要刚刚那个模式，还是要再找要加一个找手表？嗯，找手表是干嘛？就我看一下，你们为什么里面都要再开一个吗？不小心按掉了，按 C 按掉。收集十个手表，你可以逃出去。嗯，哦，可是它时间是六分钟起跳，那个很难欸。对啊，那算了，这简单哦，有印象了，有印象了。好，我。哦，这是不是之前那个我们只能面向同一个方向在走路的那一款游戏啊？嗯，就那时候在花园里面走路啊，就这个，就这个温室。哦，这个哦，我有印象，有印象了。小雨团团，等我一下， okay. 我不要矮子了，不要插你一个哦。你现在插小雨一个，干嘛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觉得这个其他有什么问题啊？你们自己在乱想。哦，团团就你讲最大声。团团这样不行啊！哦，我觉得你们这样才不行啊！我这样很有问题。你小心一点哦，你小心一点，我可以叫别人来揍你哦。我没没有，你说你要叫别人来看，没有，不用你叫，我们就会被揍了，好不好？你都已经有音乐了，没有，你不是，你们两个不是，嗯，嗯你们的关系真的很乱、欸，好复杂，对，我觉得好复杂，没有，是他们自己乱想。我觉得我以后要在我那个楼梯旁边摆一个那个乱杂乱者误入这样，然后就永远不能上来洗衣服了。对啊，你自己没办法进去啊，就永远不能上来自己没办法进去，真的不能进去啊！杀我呀！进去太好笑了。哎，这不就是我们虐待团团那关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记得这一关好像没什么地方可以躲，对不对？因为那个时候当鬼啊，我全部一直射他。没有，都是一些奇怪的地方。没有枪，这怎么躲啦？这怎么躲啦？我可以用盾反吗？哎、欸，哈基，你往后走一点，你会发现新世界。
往后走点，换新世界什么意思？哦，哎、欸，云月是鬼、喔、那边、啊，他都不讲话哎、欸。我已经看得到啊。哦哦，好，我原来也跟我想的是一样的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云月都不讲话哎、欸，谁在往上跳啊？谁投谁倒的？怎么那么开心啊？好可怕、啊！还不觉得很好笑吗？等一下，为什么我怎么抓你啊？左键啊！你要喊阿爹注意裆部啦！为什么啊？我这跳来跳去在吹。我点左跳，点到、哦、点到了。你不要再跳来跳去的，有时候怎么点不到？不是，我只是想说，我想要跳上去。哒哒哒，跳不上去。哒哒哒，好，帮你找人。哎，你这边有人，抱歉。哒哒哒，在哪里？快跑！怎么上楼啊？小子要上楼了，来听。这是谁啊？喵啊！快跑！不对啊，这根没有路啊，白痴啊！好白痴哦！啊，看错了，那是哈基，不是喵啊！啊，所以这是谁啊？这是谁？上楼楼梯在哪里啊？对啊，是喵哈。哎、欸，你刚配合哲平的快跑也太那个，我想说，太可以，就是完全没有。还是上楼楼梯在另外两边啊？楼梯在两边，在迷宫的另外一边、欸，完全动不了哎、欸。对啊，出不去了，我完全动不了了，完蛋了。你是说按到？快去抓他好不好？去抓那个好不好？按到诱饵吗？为什么可以？你居然找到方法？所以哈基可以动团。动不了哎、欸！喵！哈基，快跑！我跑不了，我也跑不了了。真是的，真的啦！我是真的跑不了、啊，你知道？那我也跑不了啊！不要跑啊！大家不要跑，都在原地，不要跑。嗨！我是真的待在原地啦！嗨！我也是站在原地啊，对吧、啊？这是谁啊？是我 ，Mario。你怎么那么慢才抓到我？这样怎么赢？因为我在找上楼的路，这里啦，这里啦哦。不是这一条，我是说再更上去的。不用啊，还有更上面的路啊。啊，这另外一边啊，他那个是那个是来啦，感谢迷宫的另外一边。不去了，好远哦，怎么进去了？仰天长望，跑啊！啊，进不去啦，我过不了迷宫啊。所以现在剩下，现在谁啊？哦，三个人、欸。我们去这个地方好难走。不是，你现在面对的是那个嘛？东南向，你要去那个、东北向，那、叫什么？南北，啊、你现在没有迷宫就是前后跟左右，懂意思吗？我现在在走迷宫啊，我走过去了，我完全卡死死的。哎、不要啦，不要啦，拜托啦，抓一下而已吧，抓一下而已，反正也不会赢啊，也不会赢嘛，干嘛、啊？一起不要赢啊！那到底要怎么进去、啊我干嘛还掉出虚空啊？对对对对，我刚刚也是掉出。雨月那个要怎么钻呢、啊？扛错，蹲下了，扛错，蹲下前进不了哎、欸，太棒了！啊，我掉下来了，可恶！对，等等，你不能死啊！我没死啊，我没死，没有，他们已经知道在哪里了啦，我知道了啦。啊！刚那个谁啦？在上面，我也想要当人类获胜哦。是我啊，就你，我好想当人哦。所以刚刚是喵他找到我，我不知道那应该是哲平吧。是哲平吗？什么？刚刚有谁找到我啊？想抓我？谁知道你在哪、啊？谁管你在哪里啊、那重要吗？啊、那个鬼是谁啊？好恐怖、哦！不是啊，你先讲你的位置哦。对啊，谁让你是谁啊？哦，你看不到 ID 哦。抓到才知道。我刚刚是在一个柜子的角落啊。啊，那我钻不进去啊。哦。我刚就说我蹲下按前进不了哎、欸。这里可以躲人啊。好哦，哪里？这迷宫真的很麻烦，掉下去吧，要上到楼上。我已经在笑我了，你是谁啦？小雨鬼，又吓到我了啦！哦，小雨鬼哦。
欸，可是我跟你讲，我刚刚就是躲一个这样的地方，然后鬼从那边来，然后就死路了。对啊，所以我们是不是该走了？对，位置好犯规哦！天哪，你说哈基，你说那个位置哦？我现在这个位置不行啊，不能躲在那个啦，那边真的是 bug 点哎、欸。你看，你怎么看得到我点？我知道你的点在哪里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哪里啊？在那个柜子啊！你刚刚不是躲在另一头？不是，不是，我在另一边的啦，不是这边的啦。哦，你是另一个地方了。对，哦、另一个位置。那边应该更 OP 啊！我看到繁星下去了，我跑不动了，我好想看 F5 视角，我也很想看，我也想看。你抓不到我，你怎么看不是这样子？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哦，你听到声音了，我也听到声音了。